大家好，我是张宏，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分享唐诗里面的四季，我们通过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去看看唐朝的秋天是怎样的呢？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度碧霄。刘禹锡字孟德，他生活在772年至842年间，是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父亲曾在嘉兴为官，刘禹锡跟随父亲在江南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，吟诗作赋，还经常拜访江南著名的诗僧皎然和灵齿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。他诗歌无论是短章长篇，大都是简洁明快，风情尽爽，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至情渗透其中。同时具有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，极富艺术张力和气势，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诗豪。这首秋词就是他第一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所作的，虽然被贬，但一点都没有悲观消沉。他一反历来文人墨客悲秋的情调，以奔放的热情、生动的画面，热情赞美秋日风光的美好，唱出一首昂扬奋发的励志之歌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自古以来人们每逢秋天都悲叹寂寥凄凉。我国古代文学中经常将秋同愁等同起来，一个悲字写尽历代诗人的逢秋心境。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我就说秋天要胜过春天。诶，注意读音了，是春朝不是春朝，初春的意思，朝就是早晨，这里是指刚刚开始。悲秋从来是诗人的职业病，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认为天高气爽的秋天令人心胸开阔，更有诗意。诗人直率坦然，一个春字充满生机，放射出诗人乐观向上的心态，不会因为秋景之衰而气竭，亦不会因为仕途而不顺而气馁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晴朗的天空入面，一只仙鹤推开云层，一飞冲天，是几咁多么自在逍遥、奋发向上的鹤呢？极富力量感，尽管不是大鹏展翅，但仙鹤的意象更加超凡脱俗。一个牌字所蕴含的心意，尽在不言中，摆脱基本的欣赏，跃然纸上。便引诗情度碧霄，我的诗情亦随着佢飞到碧蓝的高空。这个是这首诗我最喜欢的一句，特别是这个引字，不是乘风，亦不是借力，几咁自然和谐，既不过分着力，又彰显此字不移的傲骨，分寸和火候啱啱好。读这样的诗，洋溢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是鹤飞冲霄，是诗情旷远。随着诗人的诗情，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，天马行空般驰骋于碧空之上。古人说，诗以言志，诗情就是志气。刘禹锡的这只鹤是不屈志士的化身，由于他志气的精魂振翅高举，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。这个就是诗豪刘禹锡的胸怀和格局了。
日夜落至天下秋，秋天意味着收获的时节。古诗词入面秋的意象都特别丰富。秋天景物消失冷落，最容易引动旅人思乡的情感。李商隐看秋雨，勾起了思乡之苦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秋天时间的流逝最为明显，令世人感时伤怀。长歌行所唱，常恐秋节至，君王华叶衰。新气实，欲说还忧，却道天凉好过秋。离别本来就是伤感，正如秋风中的离别就更添伤情。柳永将这种离别之情和悲秋之感融合发挥到极致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。当然并非所有悲秋都是忧伤低沉的意象，刘禹锡这一首秋词对悲秋意象做了彻底的反叛。毛泽东在诗词的秋天就是大气磅礴，壮美无比。他在长沙指点江山，夕阳问字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。在六盘山望断南飞雁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宜晚。在北戴河消失秋风，今又是换了人间。所以胸怀是天下最博大的世界，只有广阔的胸怀才可以承载最美的秋天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